1037平北京大院终于迎来了新面貌。这几天通过古建师傅跟内装师傅的努力，这进展还是挺快的。昨天东院这一块扣瓦已经全部结束了，可以站在房顶上看一下现在东院的面貌。这是扣完屋顶瓦之后整个小院的一个效果，现在东院就差门楼、影壁跟围墙了。今天古建师傅们一大早就开始做西院正房的瓦了，西院正房呢跟东院正房尺寸是一样的，所以风格也是一样的。现在师傅们也已经开始施工了啊，一大早就开工了。这边同样是一米的坡，五零的稳，二零的底，我们可以一起看看师傅们施工的过程。先拍拍，这是原先的老房改造出来的，先拍拍扣瓦之前的面貌，再扣完瓦之后再做一个前后对比。
通过师傅这两天的努力，屋顶瓦这一块已经全部完事了啊，可以站在高处看一下整个院子的面貌。三合院的效果已经出来了，正房是一米的坡，下房是80的坡，这错落的感觉也出来了。瓦做完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做围墙跟门楼了，让我们继续期待。